昨晚，中国男篮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东道主印尼队，中国男篮在经历开局慢热之后，迅速调整状态，最终以98-63的悬殊比分将对手淘汰出局。纵观整场比赛，中国男篮最终胜在硬实力上，然而在一项技术统计上，中国男篮则完败于印尼队，这就是双方的罚球命中率。众所周知，篮球运动讲究的是投篮命中率，而罚球则是对命中率最好的体现。罚球也是篮球项目中唯独不受对方干扰的一种轻松得分手段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看似轻而易举的得分形式，却让如今的中国男篮英名尽失。目前，中国男篮一战霸三轮，尽管中国队三战三捷杀进四强，但中国球员在罚球线上的表现只能用糟蹋去形容。三场比赛下来，中国男篮罚球命中率只有 62%， 他们在近在咫尺的罚球线上竟然罚丢了39球之多。亚运小组赛头两战，中国男篮罚球命中率糟糕到令人不忍直视的 59%。 昨天对印尼队一役，尽管手感有所好转，但 66% 的命中率，中国队仍然在罚球线罚丢了11球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与中国男篮全场获得多达32次罚球却频频罚丢相比，作为东道主的印尼队此役并没得到裁判的更多照顾，他们全场只获得了16次罚球机会，然而他们却命中了其中的15球，罚球命中率高达令人惊讶的 94%。 可以讲，中国男篮在罚球基本攻上被印尼队甩出了几条街。曾几何时，中国男篮在罚球线上的表现堪称完美，刘磊、朱芳雨、李楠、刘玉栋、王治郅、姚明等等，哪个不是精准的罚篮机器？而如今的中国男篮却在这项基本技能上退化得如此之快，真的令人扼腕叹息。接下来的亚运比赛，中国男篮的对手会越来越强，一场比赛胜负比分可能就在几分之间，如果中国男篮不改变这一罚篮顽症，恐怕到时会吃大亏的。